来，继续哦，继续哦，继续哦，等一下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啊、哦！嗨，大家好，我是这支七八九 Bad MV 的导演，然后这首歌的制作也是我本人，然后我是跟另外一个 partner 叫 Jimbo 一起编曲。当初知道就是七八九 Bad 他想要做一个越南鼓的一个编曲，所以我们就制作了这样的单曲。因为也是自己制作，也知道歌词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就很快的可以把脚本设定成就是一个男生他进入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店，但其实这间店里面充满了惊奇跟欢乐冒险。进到这边以后，有店员给他一个名片，他那其实就有点像邀请卡，一个金钥，对，一个 key 的感觉。打开之后，这里整个场景就换。那会选在这边，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色调蛮鲜明的，全部都是粉色系。那我就觉得想做一个两种不同场域的变换，做一个挑战。如果大家看到这个 MV 的话，也可以期待我们后面的一个大场。啊，关系的风格就是这次台中全力的 support 我们所有团队，然后来台中，然后把这么厉害的大吉破格的进入，然后就造成了这次的 MV 广告。对我来说，它比较像广告，但因为有单曲，所以。都可以，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 MV 广告里面会找到你要的开心，七八九 Bad， 赞。